原来反派身边的机器人就是熊大熊二的妈妈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熊妈妈的故事。原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。为什么熊大说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块石头里？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别急，接下来慢慢听我分析。不是妈妈的石头。在本次预告片中，熊大熊二在振兴岛找到了一个黄色的石头，熊二说这是他们妈妈的石头，同时这块石头也决定了熊妈妈的命运。给我把它带回来。我们仔细看这个机器人手下的手爪，是不是很像之前预告一样熊大熊二妈妈的手？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你们肯定没有发现。大胆的 party， 没有安全允许谁都不许睡觉。从这个片段我们看到了一只白熊，你们知道它是谁吗？这只白熊很有可能就是熊妈妈。而且在本次的《熊出没伴我熊心》大电影中，光头强再次换上了狂野大陆的毛衣，满满的都是童年回忆。